西藏拉萨三一四苏联两周年战绩，星期六晚上到中原八门外示威集会。有份参与示威的港大女生陈巧曼和另外十几人想越过警方铁马，在中原办铁闸挂上雪山狮子旗，被警方阻止，双方发生推撞。陈巧曼不止斗力，还和警察斗嘴。双方推推撞撞到接近凌晨三点，警方就趁班示威者又再冲击防线的时候采取清场。